穿雪服，鱼竿女上身，套运动衫，买外带。どうしたんですか、その格好。運動会、運動会、運動会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次再算你了。婴儿日前在内湖某面店发现熟悉的背影，转过来侧面，雪芙无误，雪芙一脸浮肿在自家附近外带食物，走出店门，运动服配 Prada 水桶包，完全就是雪芙的 style 啊！啊，你不知道雪芙的 style， 唱给你听。这个随便的。随性穿就是雪芙的鱼竿女 style。 话说雪芙工作像女生，私下就是个大宅女，每次都马在家附近晃，三明打药下难退散啊，等等，弟弟妙也在宋美琴家附近美，下次三个人揪一下啊，有了动心问跟我完全不配好。